刚才抽出的最后一个主题是，来来，他帮你啊，苏莲姐姐啊，好棒啊！来，主题是不能站着跳，不能站着跳，我好强人所难哦，你们这些人啊，哈，好，所以下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不能站着跳，所以呢，也有请我们参赛者，我们的蔡 Ruby 以及 Nika， 掌声欢迎！不能站着跳啊！DJ Drunk Beats Fucking Bass Killer之间的关系多么亲密啊！是啊，即使呢不能站着跳，丝毫也不会影响他们对于舞蹈的表现啊。两边都表现得相当棒，一样让我们的评审老师来看一下我们十六强赛事的最后一组啦。Judge ready, three, two, one！ 呀呀呀！两票、三票，恭喜尼克获胜，也谢谢我们蔡如冰。哇，你怎么了？你发生什么事？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